大家好，我是虎鲨哥 Kevin， 现在是2022年5月13号下午2点啊，我现在在中国角，我今天早晨去新堤末端钓马鲛去了，马鲛没有，然后 Jack 很多，我今天一共击中了4条 Jack， 啊，都断线跑掉了，很多其他人也都击中了 Jack， 然后呢，基本也都是断线跑掉了。好像70-80磅的线它也能给拉断，因为它往石头上钻嘛。看到有3个人啊，起上了鱼，然后呢我就在新堤的航道一侧钓了会儿沙尊，看钓了，我是裤乐包啊，基本是满裤乐包啊，这么大一裤乐包基本满了，而且沙尊个头还挺大的啊。然后呢，到中午我就来中国角看一看，看看这个有没有鱼啊，也可能是时间不对吧，中国角就上了3-4条沙尊，但我听另外一个人说这早上这沙尊很多，所以我觉得其他鱼不好钓，想钓沙尊的话来中国角或者新堤旧堤钓航道都还可以啊，关注我会及时发布当天的鱼情，谢谢。